九节喉咙，慢慢的深呼吸，再慢慢的吐气。这个最大的功能就是要把你们的这个出入息的呼吸把它调顺，等一下在禅修专制的时候会比较不会有其他的障碍出现啊，才不会身体僵硬呼吸不顺啊，或者是在专注过程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现象会出现，都是因为呼吸不顺啊。那你呼吸调顺了以后，其实你的身体也会比较轻松啊，也会放松啊。好，如果调息调得顺利的时候，舌头顶上颚，意锁玄关，嘴巴下收，脸部放松，开始修三宝。吸气的时候自然吸气，都不要念南无弥陀佛，吐气的时候才念南无弥勒佛，最后一个字把它拉长，拉到你整个气吐尽，然后再重新吸气，吐气的时候念南无弥勒佛，这样哦，来。好，计时40分钟。
好，眼睛慢慢打开哈。好，身体放松，放松哈。然后双手合掌，搓热，搓热哈。脸部稍微按摩，按摩一下。好，再搓热哈。肩膀稍微拍打。再搓热，搓热我们的腰部这个肾脏的地方，上下按摩，这在家里可以按摩久一点哈，对身体会很有帮助哈。再搓热哈，从我们臀部开始拍打，拍打到小腿，这个打坐完一定要哈，把这个动作做好哈。这对我们的身体打坐完放松会很有帮助哈，就算你有专注了这个动作，对我们身体也很有帮助哈。好，那个第一组今天就由那个主委跟宪言哈，主委当主，那个组长当副组长哈，那个宪空你第二组的组长哈，那个后面那个谁宪什么？就是说在后面那个。啊，你副组长哈、哦，然后这边就尿师当组长嘛，尿乳副组长嘛，后面那个子贤那个尿什么，尿贤哈、哦、当组长哈、哦，那个后面那个师姐尿什么，没有副组长哈、哦，啊这边啊那个。其实这边就那个妙生哈、哦、当组长，那个妙乐哈、哦、当副组长。好，开始分组讨论，好、哦、20分钟哈、哦。这是你主持，大家讲，不一定要你讲哈、哦，大家讲哈。哦身体转好，那个师姐。
一出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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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出
我们要正常的东西。
这一段的这几条是那个要做影片，是的。他们在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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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
各位哈，今天我们分组讨论到这里哈。啊，等一下我们休息十分钟。那现在是几点？2:53哈，那就休息到四点，2:53休到3点左右，3点整个开始集合哈。这样啊，那我们等一下就进入分组讨论，就由组长、副组长来报告今天的各组的这个心得。或者在修行有什么疑惑，先了解了哈，好，先暂时下课十分钟来。
Thank you.
啊，鸡啊！好了哈，好，各位师兄师姐哈，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阶段的这个分组讨论的啊，这个组长的一些啊报告哈，就是分享你们那一组今天学修的心得，就是我们今天所参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这个单元是在我们《波罗蜜心经》的一句啊，这个经文哈、哦。那再来就是说，你们对今天打坐当中有什么疑惑，或者是有什么打坐当中有遇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突破的哈、哦，都透过组长呢能够发表。来，请第一组组长来接过去。明天要几点？那就是那个制作影片的。那个就是。大声一点呢，继续讲，那个扩音器把它大声一点。气上不去就对了。好，继续来。就是昏睡哈。好。对。多感谢这样。好，那副组长，是麦克风有问题还是那个有问题？注意看。喂。来哈。啊，师尊，师父，各位大家好啊。这次打坐。很说的感觉是我们有四个啦，当然就说我目前来啊，我比较能够以我自己的想法啊来说明。在打坐当然就是说九节佛风的调气啊，这个动作真的有做真的有差啊，那气息顺的时候，那我们把三宝心法里面的啊的符号，我们就是先把它注重啊交啊聚焦在这个符号上面，然后慢慢的随时一手玄关啊。以我个人来讲，我是在玄关以及符号上面啊跟土气上面，在早比较早期的时候，它是一直在调整，我一直在做调整。啊，调整之后慢慢的就会忘记了呼吸啊，就忘记了。啊，那佛号也是练到就忘记，最后就是一手到玄关，啊，有时候又会回到玄关，不、啊、回到啊佛号，有时候又会不时又会注意到武器，啊，我的状况大概是这样，但是没有啊，早期进去的还有一些杂念，那这个杂念慢慢就啊，只要你专心专注在你的玄关或是你的佛号上面，你自然你就那些杂念就不见了。大概是这样，但是
有感受到慢慢慢慢的，如果说以今天的主题来讲，好，设计空空即设，那我是感受到在禅修的时候慢慢慢慢的身体好像要处于要极静的状况，自己会随着自己的呼吸平息下来，慢慢的身体会发热，会有这些现象，因为我本身来讲，比如讲，这四十分钟来讲哦，奇怪，结果来讲拢流汗，哇，从这个来讲，那是皮肤稍微湿湿的了，这么讲空气色设计空，而且你讲我们都就是说那些杂念都没有，专心 focus 在我们的玄关上面，那是不是是空？色是不是身体？就忘记了身体，它空也就不见了，这个可能要请师尊跟我们开示一下，大家。那我们还四位主人来讲，那是不是要请建筑师兄他有加那个，是不是我们再给他讲一下？还是是各位师兄，谢谢。好，我感受啦，台语来讲，感受我坐落去，就咱基本条件就是呼吸，这呼吸吐气甲吸气，这俩就所谓爱做，甲爱做拢甲做，坐落去，吸气下了后，那是空啊，变空，这个、空不是完全空，因为伫我进行中会感觉，我的感觉感受啦。伫这个敢若讲真深的所在，伫个敢若足深的所在安尼，但是个四周拢无看啥拢空空，无感觉有啥物色气，一片拢空空，但心里的感受是讲，我迄个呼吸当中，一定行较顺，伫这个丹田伫了呼吸，有意识了丹田，感觉讲真轻松，在这个丹田咧震动当中。伊就去，甲咱这玄关，这玄关就发出，感觉讲发出这个，这敢若讲，迄个电安尼啦吼，电就是发于咱的手内，发于大家所有，袂输敢若讲，物件啊、地膜啊，安尼讲，伊会甲咱家己包平安尼。要袂到进前，伫发射当中，面顶一头个中心，就是迄个面，迄个会震动啊，真海用啊，真震动，震动过来去。不进入到迄个阶段来，煞无咧震动个啦，煞变做迄个历史间咧安那形容，就是讲敢若恁做事啊，叫做事啊咧，个头壳拢爆起，爆起安怎办啊？若呼吸一呼吸，输掉，迄个头壳就是安尼讲，感觉讲安尼物件甲你爆起来，你即摆要输掉，一个物件甲爆起来，个现象是安尼，我用安尼来形容。好，第二组。喂，大家好，姓空哦。我在静坐的时候，每的感觉就是每一次都不太一样，就是，但是有些问题，就是像今天的话，可能就是大家一起静坐，可能心情比较紧张啊，所以整个是身体都会一直流汗，一直发热，所以整个注意都在身体上面。啊，所以说今天的话，就是可能心情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静。但在家里在静坐的时候，哈，有时候就是专注在符号的时候，哈。一段时间就好像是空掉了，好像感觉好像睡着的时候又赶快抓回来，又来专注佛号一直在念这样，就会有每一次静坐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啊，在我们静坐当中一定会有一些杂念嘛，就飞来飞去嘛。啊，就是参禅这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感觉是。感觉所有的景象都是生生灭灭，啊，无所处的感觉这样。OK， 这是我的感觉。好。
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我打坐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的，只是觉得说静下来的时候玄关的地方都是白白空空的，他也不知道这样是对还是不对啊。白白啊，都是白白的空空的，白白空空的、还有呢？坐起来就是整个身体都不大适应。不太怎么样？身体怎么样？都会酸。酸啊、好，继续讲，如果有的话继续讲。他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好，那就由第三组来。第三组。师尊师母师兄师姐大家好。今天打坐后实在很紧张，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啊，结果他们说打坐以后有一点断断续续的，然后就是他是睡着啊，大家我们三个就是说肩膀这个地方坐到最后面了，好像是什么东西压下去的啊，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我是觉得是好像有好像又有没有的感觉啊，我不会讲话的，谢谢。好嘞。大家好，我跟他共同点，我想说我家己好。今天比较不一样的那些是，这边都会头会发热，但是为什么很重又很重很重这样？觉得他无感应，他过来他到后边的时候，个人就是肩膀就是换肩膀有点重，他。好，第四组来。大家好，因为我们这一组的可能比较有一点年纪，他们说他们想要睡觉，然后还有说没什么感觉的，然后我就讲我自己好了，因为我刚做的时候，我在做圣宝心法的时候。本来是很清净，然后到中间的时候，因为我在参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时候，我忽然间就开始气动了，而且我就一直在享受那种气动的那种氛围里面，所以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到气动的前段，那时候我觉得我感觉我的椅子为什么在动，然后就开始我就。身体就开始动，那个气就一直往上跑，然后我的头的后面它有一些静电在跑，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气动还蛮柔和的，因为我就是一直晃，因为我之前就是有那种在家里打坐有那种气动的表现出来，但是因为我有时候跟它压抑住，
但是今天有气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舒服，而且那种气场它往上跑的时候，身体都在发热，这是我的感觉。然后何为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因为我当时气动的时候，我一面气动一面在参，然后我的见解是，我对色这个就是我们一切万物的看得到或触摸得到，这个所谓我也叫色。那我们要修行上，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色转为空？因为空它不是没有，但是我们是要学习怎么来放下，学习怎么把事物看得比较淡一点。这是我的见解，谢谢。师尊师父好，师兄师姐大家好。今天我们参禅的那个感受是，当你调气调顺，一手闲观，那种感觉是很舒畅的。然后和尾色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原本就是就是没有的东西，然后一切都是去把它幻想出来的。好，然后我的感觉是这样的，这组就是这样。哎。师尊师母各位师兄师姐大家好。今天的参禅我是第二次参加，然后我觉得今天感觉是比较紧张，然后就是跟第一次的感觉不太一样。然后今天在静坐的有时候会出现眼前的很多条线，就是会出现了一次到两次左右，但是都是很瞬间就会不见这样子。然后关于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的组员的回馈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五意所接收到的一些不管是情绪或者是都应该透过我们的修行，然后我们的自信去把这些东西给放下，然后不执着。就像如果我今天就是不管是别人对我们的一些情绪上或是什么，我们如果把它当成是假的，那我们就不会去接受它的一些负能量，那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谢谢。好，各位大家好哈。今天大家在禅修过程当中，会比较紧张。人家是第一次才会紧张，怎么会第二次再紧张？所以你们好像很奇怪。没关系哈，可能今天大家都知道说时间比较长，而且这个题目可能也是比较深的哈。大家所以。可能所以对这个题目一知半解就产生紧张了，这个也有可能。好，没关系。那师父再来讲，第一组是说打坐的时候这个气上不去，上不去。上不去其实这个没关系，如果你调气调顺的话，其实你还是自然呼吸，继续专注就好。当你的专注慢慢稳定的时候，这个气就会随着你的身体的变化会有所改变。
啊，如果是身体产生不适，啊，这个就要调重新调整，调身调气去调整。那只是说在专注中会气好像都是到某一个地方就停住，啊，这个是可以让有时候让你让慢慢的这个专注越稳定的时候，你的气就会越来越细腻，啊，我们讲绵密啊，禅宗曾经讲说会吸气越绵密的时候，你的气就会越长，这个长就是表示你的呼吸变慢，啊，慢的时候它就会深，啊，会深，啊，这个就是有时候专注的时候，这个气就会有变化，会有变化，所以气你已经调气调好了，它长跟短，其实在初学者的过程当中是不必很在意它的，你故意下去拉长呢？对，因为你本身就是还不够那个专注的时候，你故意拉长的话，那你的专注力就又会移到这个气的地方，那可能就又不太对了，因为我们的修行方法就是要意所闲观才正确，现在了解啊，哦？那气是从闲观出入，让它自然转周天，这才是比较正确的哈，哦。那就说有打坐前有做这个九节佛风啊，哦，真的有差啊，哦，这有差。那当然有差，这个师父，哦，一直跟各位强调，打坐之前不只只有做九节佛风，就是你这个软身也好。调坐姿也好，调身也好，九节活风也好，这个其实都是打坐之前的一些基本动作。如果你可以把它调好的话，尤其是对这些初学者，所谓初学者就是你们还没有到说我一坐下去就可以马上进入状况的这种修行的这种定力的人，一定要这些都是最好是能够啊。要有耐心的去把它做完整，这对你这些做完整，要对你后面要去修这个禅修专注比较不容易，像后面刚刚有讲的会酸痛啊，酸痛有很多是因为你本身的气不顺也会，那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忍过去会好的，这个是气通了，我们有一句话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如果有些人是因为身体本身就有重大疾病，比如说你有车祸受伤，或者有这个脊椎有这个骨刺或者怎么样，这个当然有些还是会痛，但是会不会全部好，那就要看你的状况到什么程度。有些像我们这几堂课下来，有些人说诶，刚在痛的时候真的很痛，后来不痛了，诶，结果他们这个禅修结束的时候在那边走走，甚至到我们已经整个共修完整开始要回去了，他还是说他还是感觉好像不痛，我就等回道场看看会不会持续，那这个这表示你的气脉有堵塞，堵塞或者你受伤的地方被打通了，被打通了，这个都是，所以打坐对这个我们本身有一些气脉不顺啊，或者因为外伤所造成的一些气不通的，其实透过打坐是可以调整的。那今天也有很多人都是会不管是在玄关处发热，或者身体发热，或者身体会感觉重重的，这个都没关系，因为我们的八处里面就有讲这个动处，再来讲清处、热处、冷处，再来就重处。重处就是当然重处我们的解释就是有这种可能就是比较会有这种业障的干扰，但是这个没关系这个没关系齁，这个会在打坐中呈现出来，反而会让你透过打坐把它突破掉，那反而会更好。如果你有办法打坐到把这个重处给解除掉，那以后你的身体的这种障碍会可能会更轻松，更轻松。那这个怎么样去突破？其实有时候你就是观想，像这种重处者，你可以去更专注的去观想这弥勒圣号，然后把身体放松，把身体放松。怎么放松？就是当你在观想弥勒圣号的时候，你也观想你的
身体就像我们在调身的时候，深呼吸吐气的时候把身体放松。那么身体放松是怎么放松？就是从脸部开始一直放松，一直放松到肩膀，然后身体，然后一直放松到我们的腰、臀、脚，一直从上一直放松到下，这样子有时候不断的观想，其实它是会放松的，会放松的。这样了解吗？哈，好，所以今天的大部分都是这个重处啦，哈，热处啦，哈，这个酸，这个大部分都是属于打坐的一些八处现象所呈现的，哈，这个都没有什么关系，这个都是过程，因为我们打坐的八处，师父之前就有讲过八，讲过打坐有八处，就是动处，动处有分的气动、灵动，对不对？那刚刚我们那个妙显师姐她说，她从来没有动处过，啊，这次的以前有她会跟她挡，这次的动处她感觉很发喜，啊，她用很舒服来讲很发喜，发喜就是这个动处让她感觉身体很舒畅。那舒畅表示你这个动势是把你的气脉带得很舒畅，那舒畅就是通畅，大家了解了，这表示你这个周天是转得不错，转得不错才会舒畅，那就当然是好，就当然是好，大家了解了，有些练气功的人也不一定会有这种舒畅，大家了解了。好，再来就说打坐，今天有些人是打坐没有感觉，但是玄关的白白空空的，其实你的白白空空是有白光的空，还是完全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空？如果什么东西没有的空，只要不止没有其他的干扰，是稳定的在打坐，其实这个也无所谓，这样了解吧，哈，也无所谓，但是你有呈现酸痛的现象，这个表示你的气还是有在。还是有在转这个周天的，还是有转这个，还是专注在三宝里面去打坐就没问题，这样了解了哈。好，那个还有一个是呼吸的时候，气吐气的时候会到丹田、玄关、天灵，这样子会移动，移来移去，移来移动哈。其实这个比较属于周天现象。那周天现象呢，这走到这种情况的话，那师父还是会要建议你，还是要专注在一个点，你不能说气跑到丹田的时候你的练就跑到丹田，或者气跑到你的天灵的时候你就跑到天灵，啊，这样子你虽然有气在浊，但是相对的你的练也被气带浊了，啊，这样了解吗？那时候我们今天讲的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当这个色呈现的时候，你还是要坚定的守住在我们的那一念当中，就是不会被它移动，被它移动，这样了解吗？就是你刚刚不管是气不顺，身体会酸，或者说啊这个身体会重，都不要被这种色的，这色就是有的意思啦，啊，就是有的意思啦，就是不要让这种有的感知去影响到你要专注的清净，这样了解啊？但是在清净中会不会感知到这些会，就是空就是色，一定会的。但是这个感知你不要被影响，或者被它带入这个境界，或者甚至影响到你没有办法专注，这样了解了哈？所以色就是空，就是说你不要被这些你在打坐过程当中所呈现的一些现象，而怎么样影响到你本来专注的空性，不要去影响到，讲清楚了吗？这是空即是，那色即是空，就算你有这种现象，你还是要保持这一念清净心，或者专注在你的玄关，不能被移动，这样了解吗？哦，就是不能被本，不要被有的现象影响，不要被有的现，因为有就是色，啊，在打坐中讲色是你打坐中呈现的种种现象。如果从物质上，我们讲的万物皆是什么色，啊，但是我们对一切万物不贪嗔痴就是空，
但是打坐不是这么解释的。打坐是在你打坐中呈现的现象叫做有，但是我们不执着或者不因此而掉入这个有，那就是空。那如果掉入就不是空了，讲清楚吗？像你们刚刚有很多人都是有这种现象，这个就是有，但是有些人没有落入现象，有些人有落入现象，那就是有些有出现的色出现的时候，这个空守不住，啊，有些是还守得住，这样了解吗？哦，所以从禅修来讲，讲的色就是你在打坐中所呈现的种种现象，就是有，啊，哦，从八处现象啊，或者种种现象啊，哈，都是我们不落入这种现象，啊，就算你呈现法喜现象，也不要落入这种现象，因为一旦你落入，还是会产生念，这个念就是有。就是已经现象出现了，因为这样子带把你的念给拉住那个现象，或者让你的念去注意这个现象，啊，那这样子还是落入有，这样了解吗？嗯。师傅，我是不是提问一下？那关于这一点，是不是说我们在禅修当中理论所产生的任何现象，我们都不为所动？我们就是只要专注在一个所缘上面，就是一个。是，没有，对，所以不要被那有会不会知道？有知道，因为你们刚刚所讲都是知道啊。不要被他影响。对啊，不要被他影响，这样了解吗？啊，会不会有？还是会有？就算你入身定，还是会有，因为你至少你知道你入身定嘛。但是就是你的心还是保持如如不动，如如不动就是还是坚定所在你这个玄关处，这样了解吧？哈。那个神观处就是我们所控的地方嘛，因为你所有的境界都是因为你从那个所住神观的时候开始有色有空嘛，对不对？啊，就是都是这样子，这样清楚吗？哈，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讲的色就是空，空就是色，绝对不是像佛家的解释物质现象。那当然从经典来解释，它是对一切物质现象而不执着。或者说当心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要转念，啊，那转念是转向空，啊，把色排除嘛，是这样的吗？好像也不是的，对不对？色还是存在，色是，哦，万物还是存在，啊，应该是解释说我们对一切万物所见皆不执着就可以，但是不是把它排除掉。那打坐就不一样，就不是这么解释。打坐就是色，就是你打坐中所呈现的现象，就是有。啊，这个有，你能把它排除掉，它已经产生现象了。比如说重处已经产生重处了，你一下子能把重处全部解除掉吗？根本讲我不执着重处就没有了，不会，它还是有。但是你不要因为重处在那边，你产生了恐慌，产生了这种。啊，这种心中的不舒服，你还是一样保持这种平常心，这样了解啊？那这样子你的气就会顺，气顺的话，自然而然这种现象就会慢慢的解除，因为你不会让它给带动到那个世界里面去，这样清楚吗？所以禅的，所以说一直刚刚在讲说，我们要去，当然你们初学者要观到这种程度不简单。但是这个课你们一定要懂，让以后你们有产生种种现象，你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样你们才有办法去突破这个禅定的境界，要不然你们会落入在这个有的世界，有时候就会卡住，对不对？这样清楚了吗？所以这样有没有清楚什么叫色即是空，空即是打坐的，我们在禅修参禅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跟你在做经典解说的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师父之前那两堂课也跟你们讲，师父的参禅的题目千万不要用解释经典的方式来解释它，而是要用你今天所学修的感觉去解释它，那才会是正确。你看师父就是用你们刚刚的现象去解释它，对不对？你们刚刚所有所呈现的现象叫做色，那有些人能够守住这个空，有些人就守不住这个空，
因为就被这个现象给带，是吧？破坏你的空，甚至有些还可以保持一种周天的现象，还算可以，但是还是落入这个有，还是落入这个有不安全进入了空，啊，比如说这个，啊，这个现师兄，你看他就会注意到气在丹田，气在天灵，气在玄关，怎么样？那这个某一个解释上，就是你的意念其实就被他带着跑，对不对？气在丹田，你很注意在气在丹田，气在玄关的时候还无所谓，因为我们本来就在玄关所。气在这个天灵的时候，啊，那你的念就是跟着跑。那这个跟着跑某一个方面的解释就是，你的意念被带走，这样了解吗？这个跟上次有一个道亲讲说啊，我忽然间看到白光，忽然间看到红光，忽然间看到这个紫光，啊，师父就讲说，你要进入紫光、红光，表示你的灵境的程度是越高，才会看到紫光，或者仙火现红。如果仙火现给你看的光，那就不一定，这样了解吗？那为什么忽然间有时候看到红光，有时候看到白光，有时候看到这个黄光、紫光？为什么打坐中会这样子颜色变来变去？某个解释方面就是你的专注力不够，这样了解吗？就是你的专注力不够，就是意念怎么漂浮才会光跑来跑去，忽然间很专注，忽然间不专注，啊，你的不专注也不是不专注到完全散漫去，这样了解吗？啊，忽然间很专注，哦，黄光、紫光，忽然间又掉下来红光。你还是专注，但是你的专注有散漫掉了，这样子是懂了吗？这个就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色就是空，空跳来跳去，跳来跳去，对不对？这了解了吗？所以你们今天的现象，其实色就是你所打坐过程当中所呈现的现象，就是有，因为你们都知道嘛。知道他会痛啊，知道气在丹田啊，知道身体发热会流汗啊，知道肩膀硬硬的啊，对不对？有没有知道？有就是色，啊，你放下就是空。什么叫放下？反正师父在那边不会死，对不对？就痛就给他痛，重就给他重，对不对？啊，你就大胆的放下。还是专注在那边就好，不要理他，对不对？那又回归到空，又回归到空。现象还真存在吗？存在，但是你的意念回到空，意念回到空，这样听懂吗？对不对？所以以后我们在家里学习一样，如果遇到现象，念不要被带走，还是回归到空，这样就 OK， 这样清楚吗？好，这个解释算是很清楚了，很清楚了，对不对？你看师父解释的色就是空，跟空就是色，跟你们在读心经里面一样，不一样。而禅宗解说经典哦，所以为什么师父常常批评那些念经的都不懂了什么叫做经典？你看师父在解说，你就知道这个才叫经典。经典是从自性中显露出来才叫经典，对不对？那你们今天听师父解释这块，你觉得？那些念经的跟禅修去领悟经有没有一样？有没有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样了解吗？好，大概今天各位道亲某一个方面看起来，之前有来参加过禅修的人，这次从你们自己本身的要求，当然是你们有压力，是对你们的要，你们对本身的要求会有更高。那另外一个方面，师父今天用40分钟来测试各位的稳定度够不够，那测试的结果是合格的，因为你至少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完40分钟，不会中途受不了爬起来的。你们在家里有超过40分钟，平常有超过40分钟的请举手。你看没几个了，没几个，是不是啊？你看你来这边可以做40分钟，哦，好不好？很好，对不对？
等到刚刚慢慢来进个几点钟的时候，我跟你讲，那时候你的明心见性的感知会更殊胜了。我用这样解释了，因为讲太多会你们会执着，可能就是不太适合讲啊，就是用时间让你们来去慢慢的去体会，去体会，这样了解了哈。好，那今天这个课程算是看起来算是圆满，对师父的解释有没有了解？有哈。那这种，所以各位你们来参修，师父都用经典的很多经典，包括之前我师父不知道在哪边，所以在教他们参何谓应无所住生即心，就是《金刚经》的。今天这个是《般若心经》的。你看师父用禅来解释这些经典，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啊，刚刚有些师姐说啊，这个色就是一切万物，要转变为空，这个是从教义上的解说是对的，但是从禅宗的解说就不对的。禅宗的解说是你现在在专注打坐当下所呈现的因缘，何谓空，何谓色，这样了解吗？啊，你听师父解完解说完，各位有没有？你看师父用里面的现象去解释何谓色，色就是有嘛，何谓空，通达吗？通达不通达？通达，通达，对，这样子就对了。通达就是契机，契理深入经藏，有没有深入经藏？有没有深入经藏？这个才叫做深入经藏，不是你很会念经叫做深入经藏，这样懂了吗？好，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来，大家请合掌。来，感恩显灵上人母经努妙天命降道于圣人中，感恩弥勒祖师弘祖台湾慈悲普耀人伦，感恩显圣师尊建立圣人中，让咱有道可求，有道可修，有道可行，了愿成道。南无弥勒佛。好，下课。